辣炒了一盘猫眼螺，我这个是直接水煮过后再辣炒的啊，做法很多啊，旋转一圈拌。我们要这个猫眼螺肥度你自己看啊，猫眼螺除了壳和这个盖不能吃，其他地方都可以吃啊，它跟海螺不一样，海螺的话要去苦胆啊，咱这个没有苦胆。头部肉比较有嚼劲啊，这个头比较小。